近期海南离岛免税行业再次取得重大进展。9月29日，我省两家离岛免税店按程序获得批准，其中海口市一家为海口国际免税城，由中免集团运营；万宁市一家为王府井国际免税港，由王府井集团运营。海口国际免税城由中免集团投资建设，位于海口市新海港片区，将于2022年10月28日正式营业。开业后将成为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。王府井国际免税港位于万宁市，经营面积10.25万平方米，计划于2023年1月开业。这次新增两家离岛免税店后，离岛免税店增加到12家，全省离岛免税店经营面积将增加1倍以上，由现有的22万平米增加到52万平方米。